现在四打四的会看菲斯啊，看菲斯表现。对，大陆加油，明显很高啊！不能像过年赛菲斯 AP 很高，然后517、514，假赛啊！他有惊人哎、欸，所以我们不能秒菲斯了，所以菲斯可以，啊、那就不好打了。我在等上路哇！学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唢呐掉大脚掉了，这个唢呐大脚掉了，或许有点希望。嗯，我也觉得有点希望。希望是什么呢 ？No hope。拉尼卡。哎、欸，你们没有来吗？好，可以啊。我在移动，我在移动。不要这样！哎、欸，退个屁啊！那个就不要理他哦，他就是不会弄啊。哦，快死了！太可惜了。不要害怕啊！我好害怕啊！你唱的大，大家都怕。你回去补血了哦！不要耍这种蠢哦！守护家园又没有很贵。不行，这样不行！你那个血量跟你那个操作，回去补血啊！回去补血，你这样不行！我买不起，回去加油！哇！你好烂啊，小白！太久了，你没有绑吗？我被沉吗？你不是有盖伦吗？你怎么不知道？你不是有 Q 吗？就是你不是有缓吗？你不是有脑吗？你没有脑啊！你讲了一个没有的，你讲一个偏偏没有的东西、啊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有炸弹啊！你踩到炸弹了、啊！啊，好慢哦！算了吧，吧、欸，你刚才那个狂想曲没开吗？谁开了啦？输了呀，开了啦！开的瞬间，全部人都踩到啊！妈，跟智障。我有看到，是你踩到。我靠，盖伦超痛哎、欸！不是我在讲，盖伦一定很痛、啊。你们没有盖伦吗？盖伦450块而已哎、欸。我买不起盖伦。我知道，我们全部在那边等啊，然后等一下下去把它炸飞，就这样。你们小时候没有打过盖伦，是假的。我从来没有用过盖伦，对。我做新手训练用，不是这样。新手训练有、欸、没有新手训练用艾希，艾希雷兹跟那个玄兹啊，就算是实战了。血，我在家里把，算了，我是智障。我在家里把鸟盾按掉啊，没有把想我把鸟盾按掉啊。好衰、欸。我没有，因为我打开物品栏，想说，你知道你都知道防抓吗 ？Q 之后开 R 按 W 绑他，你 W 再开 R 的时候会补血。开包龙，开包龙。那没有啊。不一定啊，三只也可以打、啊。对啊，我们现在三只也可以打。我好啊，那有可能。我往前，好不好？我走。开始。我勇敢。走大发啦！有我前头。还在。我只能勇敢。我超级勇敢。我只能回家。只能勇敢。有人会卡马新卡马出小丑面具，我觉得，有人卡马直接上大面具，因为 Q 有缓啊，这样。E 有缓吗？不是 ，W 有缓吗 ？Q 有缓，没有 W 只有那个前置，没有 W 只有禁锢。哦，禁锢也可以，禁锢的伤害也会 double。以前大家都只看缓，是因为缓最简单。沉默也会哦。那其实应该先出面具才对。我不表示意见。我也不表示意见。对啊，移动效果包含缓速、晕眩、嘲讽、恐惧啊、哦，没有，沉默没有，恐惧有。我们要怎么对抗这个？维嘉，盖伦回家哎、欸，加 recall 啦，妈的！我们要怎么对付这个终结者？回家，那快上走，给他走啊！就给他走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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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这干，哇！快跑去包龙区蹲起！我没有演哦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个bait，我觉得。他们没有盖伦。嗯，非常好。旁边，这里是旁边。你快射！
现在有盖伦了，你快射，后面那个你快射。哇、哦，好多香菇！哇，打不赢那个提莫，我觉得超干多香菇的啦嘛。我操你妈！全部被香菇。哇！提莫偏太低，一直踩，一直踩，一直踩，搞屁哟、哦！无法接受。全部都是甩香菇死的，吉祥吉祥吉祥。我看一下最后杀招应该是毒液陷阱十一把。我是踩到香菇死的，我都觉得 Pentaki 哦，狙。